有时候我们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不想接近是非，也不想回应。不想以笑脸敷衍，不想附和，也不想假装，只想静一静。孤独不代表消极，孤独也要美丽。享受孤独不是罪，独处也是一种修行。上粉底液的时候 QQ 喜欢混搭，浅色的粉底液我会拿来抛光打光，而深色的粉底液我则会用来修饰脸部的轮廓。质地比较厚的粉底液可以拿来修饰我们的黑眼圈或是遮瑕，脸部局部油腻的朋友可以用控油的粉底来控油哦。太完美的眉毛会显得隆重，想要自然的眉的话呢，就不要画太多。画眼妆之前夹睫毛可以预防毁妆哦。眼影不需要放太多，渐变最要紧。清扫干粉能够预防眼妆晕开，想要凸显眼妆，眼线绝对少不了。眼神更无辜，可以在眼头加上 bling bling。 肤质好的朋友可以用膏状的 blush， 因为膏状的 blush 不容易浮粉。干性肌肤的朋友不适合再用干粉定妆了，它会让你的皮肤更干。记得时时为自己打气，不要为小事生气，心里装着爱，瞳孔看万物都会觉得可爱。我们把善念跟善意传出去，不要做肆意吐痰的人，做一个开心撒花瓣的人。认真工作，认真生活，用认真预定幸福，认真自己最靠谱。谢谢大家收看，祝大家快乐平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。